Hello，大家好。领导是个丑光棍，昨天拿10000块钱要我做他老婆，我果断答应了。我的领导是个单身离异的老光棍，今年呢37岁，月薪20000块。昨天下午正准备下班的时候，他突然呢把我叫到了办公室，拿出了10000块钱啊，说想要让我做他老婆。我就当时很震惊啊，后面发生的事情啊，更是改变了我的一生。我今年呢已经26岁了，目前单身，这是青春美好的年纪。我在外包公司啊做客服，每个月也就6000-7000块钱，虽然不是很多，但我非常知足。我的部门主管呢也是一个老光棍，今年37岁了，农村人，很淳朴，但是啊总是摆出一副欠他几百万的样子，对我们的工作啊要求既严格，所以大公司的大部分人啊都不太喜欢他。听公司的同事啊说过他八卦的一些消息，他离过一次婚，老婆嫌他穷，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，就跟他离婚了。后来呀跟着一个暴发户跑了，他也就此成为全村人的笑话，让他的父母呢在村里也是抬不起头来。虽然我对他的感觉呢不是很好啊，但是这件事情呢我还是挺同情他的。昨天下班之后的时候呀，我就正准备要回家了，然后呢主管就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。进去以后呢，他反手就把门关上了，向我走来。说实话，我当时呢也被他吓到了，以为遇到了职场性骚扰。我就紧张的对他说，你干嘛？这里可是公司，现在也是法治社会了，你可不要乱来，不然我就叫人了。没想到主管看到我惊慌失措的样子啊，也是笑得不行，然后啊就对我说，妹子，你脑子里面想什么呢？我是那种人吗？我就是啊想找你帮个忙。虽然他这么说啊，但我还是怀疑他是不是图谋不轨。然后我就对他说啊，你有事情就直说，下班了，我爸妈还在家里等我呢，我还要早点回家，如果借钱的话就免谈。说完之后呢，他就从包里拿出10000块钱递给我，说，小白啊，这事是真没辙了，我才找你帮忙的。我爸呢今年72了，查出了癌症，现在是早期，住在医院啊，需要做手术，但是啊他担心手术后醒不过来。我也是家里的独苗啊，他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的婚事，所以呢想让我在手术前啊把女朋友带回家给他看看。我的社交圈也比较小啊，不认识别的女人，女性朋友里啊也就看着你还合适。这10000块钱呢也是给你的酬劳啊，希望你能帮帮我。我听完主管的话啊，心里感觉酸酸的，没想到这个经常摆臭脸的人虽然还是个大孝子，毕竟啊他是我的领导，所以我也没好意思拒绝他，而且呢办事呢也有钱，所以我就满墙的答应了。就这样我就请了几天假，为了让我看起来不那么寒酸啊，第二天主管就开车带我去商场，花了5000多块钱啊给我买了一套衣服。我当时就拒绝了，但是主管对我说，小白呢你能帮我这个忙，我就是很感谢你了，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就不要客气啊，也不要有心理压力。听到他这么说呢，我也不好意思拒绝啊，就勉为其难的接受了。随后呢我们就开车去了医院。到医院之后呢，我还是很紧张的，毕竟啊我是冒牌女朋友，我很心虚，而且我也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啊。主管看到我很紧张呢，就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然后拉着我的手啊就往病房里面走。当时去的时候啊，就看见他的爸爸一脸憔悴的躺在病床上，他的母亲呢在旁边陪他说话。这时候啊，两位老人看见我们来了，脸上呀也立刻露出了笑容，他爸爸呀也更是激动的想坐起来。然后主管说，爸，我把儿媳妇儿给你带回来了，这回你开心了吧，一定要好好听医生的话，配合医生好好做手术，您不是还着急抱孙子吗？听完他爸爸的，嘴角露出了笑容，连声说，好好，真好，那我可得好好治好这个病，将来呀还要给你们带孩子呢。我一边在旁边听着他们的对话，脸都红了，不是说假装做女朋友吗，怎么一下子变成儿媳？但是职业精神还是要有的，演戏就要演全套，收了钱啊就要办事。然后我就对他爸说，叔叔啊，你一定要好好的，一定要赶快好起来，我还等着啊你给我们举办婚礼呢，收你的改口费呢。
就这样到了晚上，他爸就被推进了手术室，我们都在外面的走廊上面等着。这时主管把我拉到一旁说，小白，你刚才跟我爸说的是真的吗？我一听他这话就明白了他的意思，难道他还想假戏真做吗？我就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，对他说，你大我十几岁，都是老大叔了，你要是再年轻几岁，我也许还会考虑考虑。我那样说呢，也是为了让他对自己更有信心。主管听了之后啊，就笑眯眯地对我说，要是真的就好了，可惜啊，只是我的一个梦。我当时呢也没搭理他，到旁边坐了大概3个多小时，手术门开了，医生告诉我手术非常成功，只需要病人好好休息就行了。第二天呢，他爸清醒过来呢，看到我们都在病房里面，感动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，嘴里还念叨着，太好了，我还能看到你们，也是我的福气。看来啊，是我还没见到我的孙子，老天爷呢都不忍心带我走，我必须要好好活着。随后呢，主管他妈妈就把我拉到了一边，从兜里掏出一块布，打开一看啊，竟然是一个镯子。他妈妈满脸期待地对我说，小白啊，自从看你的第一眼，我就喜欢你，心里也是认可你这个孩子。这是我结婚的时候婆婆给我的传家宝，我现在啊，把它传给你，希望呢你们以后能幸福。听到主管妈妈这么说啊，我想拒绝，但是又怕了伤害了老人的心，一时间呀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其实我对主管的印象还是挺好的，一个如此有孝心的人应该也不会坏到哪里去，但是这发展的实在太快了，我一时半会还接受不来。毕竟呢，我和他年纪差距有点大，我父母应该也不会同意的。现在呢，我心里非常犹豫，也非常纠结，我到底应不应该答应主管呢？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，我会一一回复大家的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大家喜欢我视频的记得长按点赞助力一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